家好，我是越南小猪。今天我带大家去一个市场，沙巴是也在沙巴的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吧，大家看，你看，这个市场平时没有的，平时这里的是车，都是放车，像这样，然后这几天是节日吧，所以他们开市场。这个市场卖主要的是刀，水果，然后有花的，还有干肉、干猪肉、牛肉的。现在我带大家去逛逛一下，看有什么特色的。啊，还有，平时有多人，但是现在吧，现在是12点中午，所以人都去里面吃饭了。对，现在不多。但是没事吧，我们去逛逛一下。这里他们卖的都是，乖鸟迪亚美姐，这里吧，这个是蜜蜂还是蜂蜜呢？是自然的，他们去拿。这里都是吧，好多的蜜蜂，那个嘛。还有这个是一种果，那了瓜子也要进。啥？不知道。跟你安德啊姐。跟你来你安你来是吧，跟你来安啊。他说能吃，要不可以吃吗？可以吃吗？能尝。就尝这个。那里面是什么，它的味道是怎么样。有点酸，有点甜，好吃的。它有很多水的呀，它的水红红的，它的水红红的。喝软管，喝一杯软管都等你，一杯呢？等会我去逛一下，然后我就买一点这种吧，好吃的。em đi dạo tí lát em quay lại nhé. À, họ mình hãy mai hỏi tôi nó có thảo mấy tuổi, họ mình mai thảo mấy. Nó có bình lì tự, đây là cang nhỏ bình quả, cang đợt nhỏ bình quả, bình. Đi qua một chút. Đây là họ mình mai cang đợt rau.干的肉蜜蜂，是的，是民族卖的。粤语我都不，我是第一次，今天是最后的节日了，所以人呢有点少。这里他们是卖竹筒饭，卖饼。这里他们卖的是竹笋，酸的那个竹笋，然后。辣椒、草莓、调料、干的水果，这个有好多种水果的，有葡萄、有李子，有什么不是干的水果？全部这里都是卖蜜蜂的蜂蜜，我是。你过来了。太阳好热的了，这里有好多桃果和李子啊。这里是种木，他们呢？好像这个是竹子吧，竹子那个人还是木的，好像是木吧，他们做很漂亮的，这个可能卖的很贵吧，买回家都是买的用那个放好看的地方吧。好多刀的，这里一边是卖干东西和
那个，什么木还是书？还是书啊？然后这边，全部这边到那里都是卖刀的。跟大家介绍，这个是卖刀地方，然后这个吧，这个这个是刀的那个，我们放刀在这里吧，然后这个你们看，这个刀是这个，这样放吧。要不然是买一个吧，它的皮是用水牛的那个这个吧，用这个做。原来看到中有报告了呀哈，用牛的在头做吧，我不知道怎么叫，然后你们看，非常美的一个刀啊。要干了，你说吧。爹，拜拜。你要平门看个。你要门看。门看。我晓得这个。这个要。然后这个。是，也是牛，但是是白的牛，白色的水牛吧，用它的做。然后这个把放在家里做漂亮看的吧，很好看，就自己放。这是用牛的那个做，好厉害的。是他们自己做一个个刀都是。这里都是药，他们卖药的。种自己种，然后去山上去森林找有的。现在我进去那个视频不是那个市场，以前我拍过视频了，看看现在是节日它有什么变化。刚来到也看看也没有什么变化，也都是干东西，然后要的。现在我们一起进去看。比较热闹的，比以前热闹。有来到这里，看有很多人卖东西。好凉快这里。Thank you.
现在我来这里买一点水果回家吃吧。要久了，没事。去哦，你明白你哪了？vâng cho em lấy một cân đi chị một cân ạ vâng có máy tiền lý sự vậy đi cùng chín sư sư hoa việt nam tuổi xem chào ha ha chuối này bán như nào ấy chị ạ我就先买那个梨子吧。梨子五个根还是六个根？五粒。不太清楚了，不太好搞的，不是。我刚去逛一下这个市场吧，然后我感觉现在是节日，所以市场比较热闹，还有很多东西的，比平时热闹吧，很多人的。我的视频也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大家喜欢大家给我一个点赞跟订阅和分享。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拜拜，大家下次再见。